这仪容师有点大胆，明明面前躺着个尸体，他却一脸坏笑，用手指不停戳着其腰窝。这个没扒屁股。接着他望向面前的阿呆，让对方也试试。但阿呆怂得要命，他哪敢这么对死者？乖倒，这要家属看到了，估计这人也躺上去了。而阿呆无可奈何，他颤颤巍巍伸出手指，下一秒。 然而眼镜哥表示，这是超声反应，人死后的短时间内，部分器官还会保持活动功能的，所以做他们这职业的这种现象也会偶尔发生。接着两人继续清洁尸体，可洗着洗着，诡异的音乐却从停尸房里响起，难不成是要前方高能了吗？不不不，只是手机铃声而已了。而眼镜哥为了帮新来的阿呆壮壮胆，便拿出手机，打算让对方跟自己和尸体一起拍张照，记得比心说茄奏、哦，切茄茄,茄我切你个愣锤哦！阿呆这强颜欢笑的都快成耗子了。 随、啊、后，眼镜哥将照片给阿呆看。可灵异的是，地上居然有个黑色人影，艾玛瞬间毛骨悚然,然了。放大一看，这黑影还咧着大白牙笑呢。好哥哥，不会真撞鬼了吧？好家伙，这东西放在停尸房，不知道的人看到，估计命都给吓没了。 所以说嘛，面对死者，哪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？但对于新人阿呆，之后发生的事都能把他吓得不行。停尸房里灯光忽然闪烁，只见头顶透风盖啪的掉下，哎、一个人头就嗖的滑出，像个蝙蝠侠一样。两人吓得抱作一团：“妖魔鬼怪快离开！妖魔鬼怪快离开！”哎 好家伙，这人是管道维修工，他练就一身软骨功，像个怪物，四肢爬在地上走都是日常操作。更绝得还是这下。哎，但在停尸房工作，给死者清理仪容就算了，就连掉个东西到地上，人都胆战心惊的缓缓蹲下。他屏住呼吸，快速拿走喷剂，结果下一秒。见没？ 但就算如此，我也真的十分佩服在这工作的人。里头阴森嗖凉，胆子小的人哪里随便发个声响都会吓得半死。更过分的还有这种情况：两人在清洁尸体时，眼镜哥却抬头望向角落。妈呢妈阿呆扭头望去，乖乖，啥也没有啊！好哥哥，你可别吓我。阿呆扭头望去，乖乖，啥也没有啊！好哥哥，你可别吓我。刚刚 阿呆瞬间鸡皮疙瘩，妈妈呀！有人撞鬼了。Hello，信号没地来来呢。我滴个乖乖，你这鸡掰人，居然在停尸房里打电话，这是想吓死谁啊？你说。那我给你喊来呢，过来。咋的？新人都这样，反正之后都会习惯的。所以死者呀，并没这么可怕。 这俩仪容师正在清洁尸体，全身上下都洗好，就剩脑袋。眼镜哥想扯下白布，阿呆却赶紧阻止。咋的？这是不想下班吗？不管怎么着，他就是不肯掀开。两人大打出手，赶紧让我掀开喽，俺赶着下班呢。结果下一秒，白布一扯下，乖倒，这死者的面容怎么和眼前的阿呆一模一样啊？我们没法啊阿呆直摇头，不不不，俺们可不是双胞胎哦。 他呀，就是我呀，怎么就给吓到缩墙角瑟瑟发抖了？不是说死者不可怕吗？你别慌呀，道士。没拿狼狼 你们知道吗？死者的眼睛能帮即将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。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，看见死者就会本能地感到恐怖，就像面前这朵墙角的眼镜哥。但从今天开始，我希望你们在看到死者时，还会看见机会，因为正是死者捐出的器官，才会救助那些即将失明的患者再次见到光明。而对于被救助的人，在他们眼中，死者并不是一具冰冷的尸体，不是一个恐怖且到处游荡的鬼魂，而是让人充满感激的天使。正是有他们的器官捐赠，才会。